让我们无尽的支持他。总共摄影乐园有31种不同的溜滑梯，100种游乐设施，更重要，它是全世界最长800米的迪波溜滑梯乐园。太想送他不来的，不要大声点，我们大声的喊3次了啊！我要请市长来。拜拜，小飞象。在我们8月16号之前23天，都可以看到小朋友最喜欢的怪兽场，让孩子们可以开开心心的玩一整天。你们觉得新北市儿童之间好不好玩？希望我爷爷奶奶、爸爸妈妈、小朋友一起参加我们的儿艺节，到我们新北大都会公园